我来看看看。你是不是还有挺多作业没写？作业是跨不去的坎儿啊。我去看。你想，你也马上要中考。我因为那个背了。你背了要预习默写，对不对？而且你要中考了，你这些所有的东西，你那么长的东西，你得自己要努力去复习一下，好不好？嗯，好。世界难题来了，爸爸就想让他高考了，应该。认真书写，王若琴啊！我告诉你，我就要求你认真书写。啊，完了以后仔细检查。嗯。明白了没有？嗯，明白了。喂，好好好，好，我马上回单位。我马上回单位。我马上回单位。好好，我马上回单位。哈哈哈，那儿子的表情，太可爱了吧，他的表情、啊。你走了就是我的天下了，他没把作业本一扔啊。哎呀，立刻坐直了。爸爸单位有事儿哈，等我晚上回来检查作业哈。嗯，好，好，满口答应。先偷看是不是走了？有战斗经验啊，还挺勇敢的，还要打开看。哎，既然他走了。我立刻先转移了位置。哎呀！天哪，他在看中国队的比赛。机会，机会，传中，机会，中路，中路，给。哦，丑人啊，丑！一脚把球传给泰国。他是真热爱，真热爱。中场了。好像是在写作业，他是在写广告时间。对啊，他还是有安排。哦，那真是一边看电视一边在写作业的。嗯，林志玲，啊，漂亮！但我得失误了，好漂亮！发自球迷的呐喊啊，这是。哇！丢球了，他是守门员，所以守门员丢球的那种懊恼，他是一样的。哎呀，我无语了，中国是停球，中国是传球，中国是射门。中国的足球靠你了。哎呦，5点多了。